那我就简单讲两句，啊，尊敬的各位长老，亲爱的弟子们，宗主讲得真好啊！哎，这老登年年都是这一套词，我已经开始困了。我们青蓝宗连续三年获得万仙盟颁发人民满意宗门，接下来我们……我去，宗主炸了！不对。是有刺客，有人刺杀宗主，快开启护宗大阵。大阵无恙，不是外敌入侵。镇妖塔完好，非妖兽逃出。宗主体内必无魔气，看来是上次那名刺刺客应该还在门中，给我彻查宗门，不要放过一个细节。这都是这个月第五次了，这次一定要将刺客捉拿归案。狡诈恶徒，还想蒙混过关？刺客在这里，拿下刺客就是大功一件。你们见过亡灵长老？哦，不知长老在此，抱歉打扰了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亡灵长老身上的衣服和武器还有炸药，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刺客？那你还不如说宗主是叛徒。王长老父母为宗门战死，自己也为师妹断了仙途，这能是刺客？手多心了，我真该死啊。差点就被执法堂弟子发现了。检测宿主刺杀宗主失败，未能成功削弱青蓝宗，暂无奖励。还不是你给我的破炸弹，威力还没我一个屁大。你让我怎么练？你的主角金手指，要不然挂机变强，要不然千道成神，为什么轮到我是这种废物啊？哎，不是说好了吗？青蓝宗越弱，你就越强。如若宗门毁灭，你独断万古。对，可是我已经导师三年了，为什么青蓝宗还是天下第一啊？为什么会有削弱宗门、强化自己这种奇葩规则？王长老，宗主找你。坏了，肯定被老登发现了，都怪你。关我毛事？输不起就别玩。宗主。王长老已带到。哎，进。垃圾系统，垃圾，垃圾！反弹，反弹，超级反弹！王长老，宗门新收了一批弟子。我拒绝。收徒而已，反应不至于这么激烈吧？王长老，你是有什么难处吗？主动增强青蓝宗实力，会受到惩罚，直接磨杀哦。不，我只是元婴修为，我怕误人子弟。王长老，元婴修为已足够开宗立派，当一方老祖了。那不行，我凭丹药接假婴，不作数的。让我教人，这不是让宗门蒙羞吗？师兄，哎，什么声音？别打岔，我意已决，其余的多说无益。还是速速去物色弟子吧。那好吧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师兄也不会困于假婴，罢了之后的成仙路。哎，你也不用自责，这都是造化弄人。我让亡灵收徒，也是想帮他走出阴影。师兄那么骄傲的一个人，竟主动的揭自己伤疤。想必他的内心肯定很痛苦吧。我敢肯定宗主房间里绝对有女人，没想到这老登人老心不老啊。要不然你买个金枪大力丸给宗主送去，走走后门，别守着弟子啦。
不收徒等于打宗主脸，等于嘎；收徒等于违背系统，等于嘎。哎，不行啊，就他那个死要面子的性格，不收徒我不是打他脸吗？可是收了……等等，我收徒不等于我好好教啊，不等是直接秒了。嗯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收徒不等于我好好教，然后给他各种奇珍异宝，等他被别人嘎了爆装备，那不是变相削弱青蓝宗力量啊？我岂不是两边任务都完成了？哦，难道你真的是天才？老爷，王林这是？师兄，这一定是悲极生喜，好心疼。嘿，这位小哥，这么大张旗鼓的是在操办什么啊？哪来的臭外地人？这位爷，今天是我们镇长钱老爷纳妾的日子，肯定要大操大办啊。我一个仆人也不知道太多，就是听说新娘是从临县买来的，姓孔，还是个傻子。傻子，这似乎……吉时已到啊！怎么看上人家了？啊！呸！你与那曹贼何异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新娘子的命格。命宫阴暗，岁运病理，流年大凶，冲克太岁。说人话。你看，树叶变成了纸钱，表面上喜气祥和，其实早已暗藏死人之兆。这大凶命格，钱家镇不住，估计要喜事丧办了。不过这种大凶命格的人，要是能收入宗门，就算青蓝宗这种仙界顶流也根本抵抗不了，衰败陨落指日可待。寻仙镇赵家来客送礼十斤，下一位。嗯，人呢？这红包里面的礼金是啊？凡夫俗子被粉红骷髅所困，真是可悲。一拜天地，抓到你了。二拜高堂，这钱老爷双亲的灵位怎么倒了？这就是祖宗显灵，保佑后辈儿女。你家祖宗摔牌子是保佑后辈啊？肃静，肃静，夫妻对拜。纸人，鬼啊！妈妈，我怕！救命啊！谁能来救救我？这大门怎么打不开呀？那个纸人就要追过来了！诸位莫慌，在贫道看来，你们还有一线生机。那纸人是刚诞生的邪祟，贫道暂时施法将其困住，只是要他离去吗？大师，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说呀！邪祟化形到此，只为寻一口血食，献出一人供他吃了，自会离去。啊！献出一人去送死？你喊我来吃席的，我看就该你去喂邪祟。爹，香火不能断啊，还是委屈委屈您。当家的不行。翠儿，孩子没了还能再要，你给我放手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把心中的丑恶都迸发出来，你们怨气越大，我练成的万魂幡才越强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，万变犹定，
气劲。哎，我刚才只觉得头脑一热，然后什么都记不清了。我就是个畜生，我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翠儿，翠儿，你别打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随意用法术影响凡人，已是触犯了仙凡条例。抗拒从严，悔过从宽，你跟我去自首。又是一个修炼修傻了的弱智，给我死。放出邪祟还敢露面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场中喷出烈焰，您一定就是青蓝宗的仙人吧？感谢仙人救命之恩。嗯，没错，贫道正是青蓝宗的仙人，师尊让我下山就是为了惩奸除恶。哼，是吗？什么？你怎么可能没事？劈雷撤电，走火行风。你把仙人大人怎么样了？完了，仙人大人倒下了，我们都要死在那纸人手里。这不走，一只残破邪祟就将你们吓成这样。是时候去看看我的倒霉徒弟了，你们赶紧走吧。难道他才是真正的仙人？我的万魂幡只差一位阴年阴月阴日的魂魄便能达成，一个小畜生还想坏我好事。哼，我收不了凡人的魂魄，收修士的魂那更好。以为修行雷法就能横行无忌？鬼魄怕雷，但鬼王可不惧。给我受死吧！是吗？天雷变。你根本不是散修，你是元婴。嗯，搞定了。那么接下来去找徒弟去喽。三年了，终于开张了。嘿，系统奖励，我来了。咋回事？我堂堂元婴修士咋可能会平地摔，连鼻血都出来了。这屋内有问题，魑魅魍魉，给我破！诅咒？不对，这居然是天气之子！我就不信靠近不了。嘿嘿，成了！我躺平了。遇到这点挫折就开摆了？哼，天气之子注定被三灾九难时节缠身，对于我们这些修仙者更甚。喂，你没看到我刚靠近就开始倒霉了吗？这是涉及到气运的修仙难题，多少化神老祖都研究不明白呢。懂了，修仙界的雪峰号。那你想想，如果把他带入青蓝宗，那完成任务不是简简单单？哦，可惜实力不。不把他带回宗门，我的信倒过来写。你往倒过来也是完了。吃了我的糖。吃了我的糖，你就是我的徒弟了。师尊，我这是重生了。
上一世我是在万仙盟会上拜入青蓝宗，现在重生回了万仙盟会一年前，我这就去找到师尊，一定还来得及。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让师尊为我而死。还有孔雨云那个白痴，哼，上一世仗着自己得了离魂症，就整天在师尊身上到处贴贴求抱抱。师尊真是让人羡慕，呸，恶心，败类，无耻，下流。不过这一次我拜入师门早一年，优势在我。我才是大师姐，我可以独享师尊一年了。哈哈哈哈，好饿好饿，师尊你在哪儿啊？都说了老娘不是乞丐。哎，师尊啊，你在哪儿啊？你的银儿要饿死了。小友，收徒我也可以的。啊，又是你的变态老邓，滚！哎，要不然你就从了我吧，我就是想收个徒弟。我太难了。哼，我都说了，我有师傅了。你可知道，老夫乃炼虚期修士，你入我门下，我一定将你培养。切，无聊。你是天生绝脉，无法纳气，那我可以用天才地宝灌入你体内。不用。你的那个师父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难道比老夫还强？我的师父，丧门星，丧门星，没爹妈的野孩子。真开心，回家喽，明天我们再来。小朋友，吃了我的棒棒糖，你就是我的徒弟喽。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是这个天底下最好的师父，也是照进我世界里的一束光。敢问鬼师？好徒儿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师尊，师尊，我王长老。来，慢一点，先抬左脚，哎，对，然后再抬右脚。是我呀。小妹妹，你这样成何体统？要我收你为徒，总要有个理由吧？理由？我修炼认真，勤学苦练，练得一手好药，还可以卖钱补贴家用，上得了厅堂，没有抽烟喝酒等不良嗜好。哇！下得了厨房，师父爱吃什么我都会做。这小嘴巴巴的，怎么跟相亲似的？我的优点怎么也有99条，他呢？你说什么？见到了这么聪明伶俐的我，师尊肯定会。你有你的优点，他也有他的亮点，我这个人比较公平。很遗憾，我已经认他为弟子，自然不能背信弃义。虽说收徒是凭个人意愿，但我还想问一下，孔雨云的资质是？回宗门的路上检测过，他只是杂灵根。杂灵根还神魂有缺，这样的弟子恐怕会成为你的拖累呀。怎么，莫非你想明白了，来拜我为师？虽然你个子不高还丑，但你愿意帮我说话，
语言真的还怪好的嘞。你大可不必说这些的。所以师尊，还是选我吧，像我这么听话的弟子去哪儿找呀？我恨你，我恨你。我别忘了任务，任务，任务。抱歉啊，走了，徒儿。师尊，哎，喂，你有病吧？师尊，不要啊！你走了，我可怎么活啊？你这是何苦？拜我为师不好吗？我肯定把你当做关门。我决定了。什么？我要当外门弟子，然后在宗门大比中胜出，我要让他求着我当他徒弟。求求你让我当你师父吧。哎，舔狗不得好死啊。前面便是中州第一宗门青兰宗，一宗上下共有六峰。哦，天高峰弟子全员莽夫，整座峰凑不齐半个大门，一人思考全家短路。哦，嘿哈。御剑峰弟子善用君子剑，但每个人都长了800个心眼子，脏得不行。哇，嘿嘿。神机峰弟子制造神机傀儡，并高价承接手办和等身人偶的私人定制。嗯，恶心。药王峰弟子主修医学，和神机峰达成战略合作，批量生产增力等药物。流氓。还有俩难兄难弟，一个占星峰全员神棍，一个灵善峰做的菜路过狗闻了都摇头。那师父我们呢？自然是第七峰小穷峰。第七？不是才六个吗？嗨，众所周知四大天王有五个，所以六大灵峰有七个也很合理啊。切，胡说八道。谁教你的？听天桥下于老爷子讲的，没有下次了。你作为我小穷峰的开山大师姐，肯定要做出榜样。那、哎，师父，这是？这是师祖留下的功法，也是我们青兰宗炼气弟子的入门法诀。你就照着练，反正就算练岔了，也死不了人，最多打两天嗝。可是师父，我不识字呀。小师妹，你就是小穷峰新来的傻子徒弟吗？我去，居然还是个大美女，这下不只有乐子。哎，我要走了。哎，小师妹，看功法秘籍呀、啊，哎，看得懂吗？看不懂，我不识字。哎，修行最怕运功出错，来，让师兄帮你检查检查呀。萧炎师妹，要是种不完这几亩灵田，长老来了肯定要怪罪的。是啊，萧炎师妹，你才入门几天，得罪了长老没好的。就不，种田是不可能种田的，这辈子也不可能种田的。师妹三思啊。小穷峰里面个个都是人才，师尊还帅，我超喜欢里面的。我还带了师尊最喜欢的桂花糕，这次拜师一定能成功。啊，这不是笨蛋师姐吗？小师妹，我一看你就是因为胸肌过于发达，导致了经脉堵塞，一会儿师兄帮你疏导疏导。仗着自己是长老的孙子，恶心，呸！反正上一世也有过这事，我记得结局是师尊在关键时刻出手吊打了张傲，不过现在嘛，让笨蛋师姐吃点苦头是让她和我抢师尊。可是我穿越后，师姐拜师的时间也提前了，万一这次事件也有什么变动，算了，还是看看去吧。师姐等我。你个废物资质的小娘皮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
老子的爷爷可是张长老，能被我看上是你的福分。我师父也是长老，是想乘风。一个元婴期的废物罢了，老子只用了10年就筑了基，更有望百年结丹，300年化神。到时候他给我舔鞋刀。哎呦！呸！你个垃圾，就你也配辱骂师尊？本以为只能拿下一个，没想到又来一个。快到哥哥怀里来。留着你这种混蛋，只会把青蓝宗的米吃贵。喂，笨蛋师姐，一会你先跑去喊师尊。嗯，小师妹说什么悄悄话呢？怎么可能，速度这么快。给我死。太慢了太慢了，你还没练气入体，凭什么和我筑基修士的？你死，给我死。小妹妹真努力，你是在给我热菜吗？小师妹体力真不错，看我的御剑诀。师兄我错了，可以和解吗？这就对嘛，既然无法避免，那就要学会享受。就是可不可以让我师姐走，她是个傻子，脑子不好使。那可不行。臭女人，你敢阴我！我师尊绝对不会。哼，你真以为那个叫王灵的废物能保得住你？你不行。很好，我要当着他的面把你们两个变成炉鼎。对不起。这时候求饶，晚了吧？对不起，师尊，我食言了。这个回家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全脉起。其实，在上古时期，绝脉还有另一个名字，仙灵根，即星辰之灵，藏天地于内。灵气浩瀚，万夫莫敌。但是末法时代，绝天地通，随着灵气消散，原来的仙灵根也逐步退化，最终变成了绝脉。绝脉一旦开启，便会疯狂摄入灵气，但此间天地灵气污浊，无法满足的绝脉，最终会吞噬使用者本身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绝脉修士跨大境杀人，如探囊取物，凡人斩元婴亦如反掌。怪物，妖魔，邪兽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是杀敌之人。这一拳是你辱我师尊，这一拳是你调戏师姐，这一拳算了不想了，我打死你。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。饶了我。不过限制我用这招的是上一世的师尊，我也不算食言了吧。恕子而敢，爷爷救我。被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的孙子。臭女人，现在乖乖的跟小爷走，赔个不是。小爷我说不准饶你一面。聒噪，区区化神，上一世我不知碾死多少个了。
给我死！如果有一天，你真的被逼得启动全脉，一定要散去所有修为。啊！拼命的时候，我还自降战力，师尊蠢！闭嘴！绝脉本就会疯狂摄入灵气，你要在灵气没撑爆自己之前，用其重铸丹田与修为，这样好歹能多撑一倍的时间。费半天劲有啥子用？不过晚嘎一会。笨，那时候师父自会赶来护你周全。哼，解封绝脉又如何？凡人就是凡人，如何与化神修士匹敌？不过井底之蛙空关月，一粒浮游见青天。是吗？哎呦，还临阵突破，你是话本小说看多了，真以为自己是是什么？现在又如何？哦，纵然是伪晋，一步一晋四步化神，你也是天纵之才。我给你个机会，拜我为师，我用秘宝保你性命。哼，你也配？老夫是御剑峰的长老，收你为徒也不算埋没了。怕了？怕就少废话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师尊只有王林一人。你说的是那个青蓝宗的笑话？费尽心思才刚刚元婴境界，我御剑峰的狗都能吊打他。竟然敢羞辱我师兄！张峰这条老狗，我看你已有取死之道。安然，别冲动，你要是出手那还得了？你是我师叔，我敬你一声叫你宗主，但你要拦我。动啥手啊？莫非你是不相信你王灵师兄了？他的事让他自己解决。哼！你这绝脉也快爆发了吧？本座有爱才之心，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。只要你当我的弟子，然后与我孙子结为道侣，我便……呸！真是一窝子癞蛤蟆。好好好，给脸不要脸的贱人，休怪我辣手摧花了。大欺小，哼，张峰，你这把岁数可是真活到狗身上去了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青蓝宗的笑话，打低了众长老平均修为的亡灵啊。师尊，我一会儿再骂你。那又怎样？你的晚辈对我的弟子图谋不轨，你不该给我个说法啊。师尊还是那么护短，师尊好帅啊。修仙本就是弱肉强食，你不过一个元婴修士，也敢管我要说法？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没错，强者就该羞辱弱者。哼，这个小可爱还想杀我师兄，老邓你别拦我，老娘要让他飞起来。师侄，姐，大姐，孩子不懂事，说着玩的，让王林教训他就好了。师兄只有元婴修为，他会吃亏的。别慌，王林可没那么弱，况且你也才刚突破化神。那个，你想好了自己的尊号了吗？尊号金乌，怎么了？尊号是一个代号，也是修士最擅长的方面。你知道当初前宗主，也就是你们师父，打算给王林取什么尊号吗？万法。什么？师兄居然有这么高阶的尊号？周围我已设下阵法，今日便是我驱除青蓝宗大害之时。哼，
你是说这里发生了什么，外面的人也不知道？没错，你不知道反派死于话多，竟敢偷袭，岂有此理，还不使出杀招不行了？爱偏离，你的杀招是这样。这可是我御剑锋的剑法，你是从哪儿学会的？有什么难的，看一眼就会了。真疼啊。哼，偷学我阵风绝学，今日我真是不能留你了。八股剑第二式，愿胜退。去。王林，你使的是什么妖法？破绽那么明显，我怎么可能看不到？不可能，你这种天才怎么可能在元婴修为卡的那么久？骗我，你在骗我，宗门在骗我。是啊，师兄在元婴卡了那么久都是因为我。这就是万法二字的由来，他能看破灵气流动的轨迹，所以对他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绝招底牌。我见己所学故缘起性空，万法皆通。求不得，本成痴，失乐种，愿赠愧。哦，还要垂死挣扎。我输了。放轻松，你是青蓝宗长老，我不会杀你。啊！你要干什么？爷爷救我，救我呀！但是他逃不了。饶了我，我错了。啊！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快死了。你。我张家，我说了，你的命我暂且留着，等我弟子成长起来自会去取。好徒弟，终于支撑不住了，委屈你了。该死的畜生，等我请来张家的供奉，我要把你碎尸万段。想报复师兄是吗？先收拾你。啊！什么声音？哇，他好像要发了！经脉寸短，灵气枯竭。如果比作小世界，他体内的丹田堪比末法时代。所以你打算始乱终弃了？他毕竟救了我的弟子，我打算破了他的丹田，就算断了仙缘，也比魂飞魄散强。跟我说，你先别急，你先让我急。有屁快！Surprises！ 检测到宿主击杀未来化神修士，青蓝宗底蕴减少0.0001%，我得抽奖一次。当当当当，获得奖励：周易八卦真图。虽然得了奖励很开心，但一想到那个弱智都能修炼到化神，我就比吃了屎还难受。你再凑合就能吃着闺女的席了。对，救人要紧。天之运行，四时交替，昼夜更迭，无有止息。利用他体内逸散的灵气修补本身，达成循环，此乃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老祖宗，请老祖宗出山。老祖宗，他们欺人太甚，把我打成这样，还把你最宠爱的玄孙杀了。废物，丢进我修仙世家的人，几个小辈不过尔尔，前十名张家弟子入宗行走，在入门大比上废了就好。还有那个王林和安然，这对狗男女一定不能轻饶。本座自然知晓，这青蓝宗
到底还是信我们八大世家的，王林的命我亲自去收。入门大比提前还有三天，没办法，人家是八大修仙世家之一，我我看他们都有取死之道。哎呀，算了，大哥消消气，算了算了。居然指明让我两个徒弟参加。哎，张峰毕竟是修仙世家。果真一切都改变了吗？前世第一次宗门大比时，师姐重伤，小琼峰被凌风，让他被同宗长老好一阵嘲笑。而且这些修仙世家，无论魔教入侵还是师尊的死，他们都脱不了干系。这一次就让我改变一切。谁在念叨我？师姐，我们要逆袭变强，给师尊一个惊喜。而想在三天内逆袭，必须要有非凡之奇遇。根据我多年看画本故事的经验，悬崖之下必有奇遇。师妹，好高，我害怕。师姐，你现在退一步，小琼峰可就完了。其实也不必。走你。师妹，我真喝不下了。让我想想。哼哼，既然天字号计划不行，那只能启动地字号了。师妹，这又是？萧家曾有一人吞噬异火，终成大帝，恐怖如斯。好烫！地字号失败，看来只能启动玄字号计划。冬炼三九，夏炼三伏，外炼筋骨皮，内炼一口气。师姐，坚持住！吃了这个释迦果，能获得新能力，但好像就不能再游泳了。师妹，我只觉得浑身软趴趴的。哎，师姐，听说摇手腕能变成高达百米的巨人，是不是也能尝试？师父，我说你师姐的魂灯火焰怎么跟蹦迪似的？原来是你在这诛杀同门。冤枉啊！我只是想让师姐变强。师妹只是用了一些很有创意的修炼方式罢了。就是。是吗？那效果如何呢？有些不太明显。修炼之道不在于一时的得失，而在于持之以恒。我才不用你来安慰。旁门左道，试试无妨，只要人没事就好。可是师妹说。蠢师姐闭嘴，我才没有关心她呢。哼，没大没小。喂，你是不是偷听我和宗主谈话了？就听了一点。你们也不必太过忧心，输赢对我来说不重要。那我就重在参与了。哼，这就对了。记住，无论何时，为师都会在你身边，支持你，鼓励。我先带你师妹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安寝，调整好状态啊。正宗好凉茶，正宗好修仙，欢迎大家参与由正宗好凉茶加老郑赞助举办的青蓝宗第231届行人大比。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天刀峰弟子，他们精神饱满，气宇轩昂，身后则是云剑峰弟子，他们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。紧接着就是，哇，好多人啊，哇，真热闹。最后便是第七峰小琼峰，华而不实的小丑。两个炼气期的花瓶也敢来宗门大比碰瓷。哼，可笑，也不知道哪个化神被我这个元婴吊锤。我瞄了个咪的，你别在这给我。张老，不必跟他赌气，大比之上我定让他小琼峰好看。接下来我会让你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天才。什么？你再多说一句试试。不至于不至于。师妹师妹，消消气消消气。
头，叫得很欢亮，你可敢上台与我一战？主动发起挑战，这……哼，不愧是我张家的麒麟儿。有何？筑基打炼器，不觉得以大欺小吗？很简单，我自封修为到炼器，我不能。不敢。他是有备而来，你没必要好勇斗狠。可是我……好，我来。喂，你疯了？你才修炼多久？就是，你才刚有气概，上去必败无疑。别拦着我，让我上去。师父，你不是说宗门大比无所谓输赢，最要紧是展示自己吗？你也罢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有为师在，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哼，更不理。怎么上来了个灵智未开的傻子呀？小清风开山大弟子孔雨云，请赐教。太祖长拳，啊！连凡人的武学都用出来了，你怕不是狗急跳墙了吧？双长封天，太暗击掌，雷心击等。你要是就这点能耐，我就不浪费时间喽。是时候让你见识见识你我之间那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了。住手！我们认输。王林长老，小辈的擂台还是不要插手的好。拳脚无眼，比斗吃苦头也是在所难免啊。你个老不死的！现在不会有人打扰我，那咱们继续吧。大家都是同门，师兄有责任教育提携后辈。今天，师兄就教教你碰字怎么写。我是不会认输的。真是皮肤汗术，如顽不理我。师兄这就告诉你，太祖长拳该怎么打。徒儿，姓张的，你欺人太甚。震雷离火，日中侧斜，雷火风刮。哼，雕虫小技，还敢班门弄斧，袖里乾坤。就凭这三招两式，也敢捋我张家的虎须。王林，给你个小穷疯的长老，算是抬举你，也给脸不要脸。修行不过百年，修为不过元婴，这点本事也敢与我张家叫板？今日就让你好好领教领教我张家千万年的底蕴。这就是我张家的实力，谁敢不服？欺人太甚！真当着青兰宗是你们世家开的了吗？胡造！张家行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插嘴？比武继续。我给你个机会，跪地上给我磕三个响头，我就饶你。师尊教过我，修行之路不在于一时的得失，而在于不屈不挠的坚持。连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也罢，我就成全你。紫渊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别看了，你要选择当炼体修士，师尊也会给你的。哦，你回我先上，你右手有伤，替我略阵就行。好。一只羊是赶，两只羊也是放，你们一起上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废话，老娘活劈了你！在我张家面前，那王灵都自身难保，你们的挣扎又有什么意义？怎么回事？啊，好可怕的能量！究竟是谁敢阻挠张家行事？啊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有谁看清楚了吗？是王灵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刚才说我给脸不要脸，对吧？不好意思。王某别的可以不要，面子绝对不能丢。你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哎，你大爷，小崽子，
你给我干哪来了？这还是青兰宗吗？啊！嘿，这应该是那个张家老祖的灵气内，所以自成一片天地。自成天地吗？哼，有了！感谢一下你的八卦真图，借这个机会，正好实验我很久以前的一个想法。哦，什么想法？重演五行，造化开天。天地混沌如鸡子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，天日高一丈，地日厚一丈。依靠八卦真图的能力，凝练出四方小世界的五行。如此万八千岁，入天去地九万里。然后借此机会，重演盘古创世，一举挣脱束缚。时机已到，开天。我的虚名见子秀，怎么可能？不，在我张家面前，那亡灵都自身难保，你们的挣扎不过是徒增笑料。这可是足以镇族的灵气，怎么可能被你一个元婴？你说谁自身难保？纵容晚辈伤害同门在前，藐视宗门在后，你该当何罪？杀！抄家、灭族、诛九族，全部凌迟！你疑似有些极端了。镇守镇妖塔三年应该够了，你们觉得呢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！镇妖塔里灵力稀少，妖魔林立，要不还是给他一个痛快吧。被驱逐出了权力中心，张家势必落魄。该死的小东西，我要你的命！给我死！什么？好快！这是什么妖术？不，师姐。他要是出事，我要你张家偿命。想要他活命，求我呀，还不快跪地认错，不然再过上一时三刻，他就要毒血攻心而死。你这是父子留下的晨钟竟自己奏响，这是老师，万仙阁出事了。你别吞吞吐吐，有话快说。先贤牌位纷纷倒下了。老祖突破，文道著作出事，都不像啊。老友，晨钟响了81下，九九至极，这意味着圣人出，天下明。本想留你一命，没想到你贼心不死，还想害我徒儿性命。杀人者，人恒杀之。王长老，手下留人。这可是张家呀，咱们承担不起的。哼，你们的意思就这么算了？师尊不必出手，他的命自有天收，世人无德，乱之首矣。天谴之雷，你到底是谁？啊，言出法随。不，这没有神通的气息，似乎是天道庇佑啊。你确定不是天道的私生女？师尊只需要知道我永远是你的好徒弟就好了。既然已经小惩大戒，那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你管这叫小惩大戒？都被雷劈酥了，七分熟，有点香啊。画地为牢。啊！师尊且慢，我和他的比武还没有结束。啊！我认输，我认输。
风好大，我没有听见啊。加油，你可以的。相信自己，创造奇迹。啊，我打他？真的假的？比赛开始。教化尺，剪。啊，是传说之中的教化尺。代天行道，教化众生。他就是圣人转世。我让你三招，你先出手吧。哼，事已至此。我错了，我认输。那个孩子还小，要不算了。那你来。你看这太阳真太阳，你看这柳树真柳树啊。等等我，我不想死啊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无碍，就是有些脱力了。看来这次大比的魁首已经有定论了。自然是王长老的高徒。哎，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。我有教过他什么本事吗？啊，各位长老过誉了。王长老不用自谦，宗主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奖品。王长老，请问呀，给我一个路。王长老亲自押题，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可是师父，闭嘴！多练一击，碾压千人。王长老，再说两句吧。能取得今天的成绩，离不开宗门的培养，我等自当勉励，壮大宗门。哎，等等，我不是要搞垮青兰宗吗？你才想起来啊！我看你被他们吹捧得很爽啊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以后还有机会。嘿，我都怀疑你在演我。不过，张家老祖领命，也算是削弱了青兰宗。啊，这也行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鲲之大，一个背带裤装不下。这是，只要你将这个道具扔向对方，对方将会强制唱跳 rap 两分贝。停，别说了，我感觉已经有律师函在身后追我了。张家的人死了，不过是咱们的看门狗，他也配自称为世家？但打狗也得看主人。怎么，你静极思动坐不住了？所以我想为你引荐一人。好强的隐逸功法，这是哪家的修士？在下百善教人尊。这里可是青兰宗的秘境，你找来百善教的邪教头子，就不怕引来那帮老不死的？这只是他的一缕分身，任谁都不能察觉。初次见面，这枚丹药便当作见面礼了。丹身圆满，光芒内敛，上有九纹，这可是九品的延寿丹。你就不怕我拿了丹药，再把你这具分身轰杀成渣吗？叶家老祖自便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用千人冤魂，百万人精血炼成的丹药也叫仁义？这么说来，买卖是谈不成了。你们百善教行事无所顾忌，我等在暗中相助却要考虑许多。仅凭几颗延寿丹可不够，得加钱。该死的老东西，真是狮子大开口。教主大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无碍，我要求的法阵不好了吗？早已准备就绪，只待教主大人发号施令。很好，你们的灵魂将会在轮回后升入天界，你们将会百病不侵，寿与天齐。遵教主法旨。可以动手了。是噩梦，这一次不会得逞的。
但是真的好吓人啊，还是去找师尊吧。师尊，我进来喽。什么情况？这是哪儿啊？系统呢？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啊啊！师尊，我是师娘，好香啊！嘿嘿，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尊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一时糊涂，看来得醒醒脑子，就罚你去练剑。丢，直到弟子增强多半实力，我就抹杀你。好好好，知道了。算了，你最近压力太大，这几天好好休息，千万别练剑了。啊，可我明明犯错了。等一下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师尊是在说反话，今晚我一定好好练剑。999，1000。什么？竟然跑去修炼了？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。这不能赖我啊，我让他去休息来着。哎，加练完成，回去睡觉。嗯，不行，和这种卷王在一起怎么搞垮青兰宗，绝对不能让他再练功了。今天我们讲一下灵气运行的基本法则。萧炎，出来帮我搬运一下丹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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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萧师妹，展露出你的全部实力吧。师兄承认。那就让我们。徒儿，灵药收了吗？行，哎，行。啊，那个，我们还比不比了？师兄先回去吧，我这还有2亩灵田要收。萧师妹，你这样不行的。啊？丹余杂物，如何精进修为？不至于吧。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哎，修仙者怎么能干杂活呢？嗯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你俩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没错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对对。可是，我一直以为是师尊在磨练我的意志。你可是当今青兰宗新一代弟子中的魁首，大师妹，咱可别丢分啊！哦，对，精神点。加油啊，师妹！加油啊，师妹！加油啊，师妹！王，师尊。啊？不愧是萧师妹，嘿，气势完全不输。师尊，这是新摘下的灵药。燕儿，你这是在怪我？没有，只是我是想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追求进步自然没错，若是一心只有修炼，往往会走火入魔。嗯嗯，我明白了。姐姐姐，他信了，他信了，我真是天才。骗骗兄弟们就得了，别把自己骗了。啊！宗主又被刺杀了。嗯，不至于吧？宗门有事，我去开会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好。啊，这么着急？我记得上辈子这时候，不行，我得跟上。啊，宗主又被刺杀了。嗯，不至于吧？宗门有事，我去开会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好。啊，这么着急？我记得上辈子这时候，不行，我得跟上。这些惨案发生在我们青兰宗治下，经过调查，俱是百善教所为。这群畜生简直视我青兰宗为无物，哼，气死偶赖。这一战我们不得不打。
拜山教那帮邪修，他大刀早已饥渴难耐了。最近和汉尼拔先生聊了聊做人的技巧，灵魂也不能浪费，正好给我的万魂人皇齐凑数。啊，不过还是要先做好计划。百善教的鸡蛋全都摇散黄。你们青兰宗真的是名门正派？没错，这已经是最文雅的一次了。改名叫青兰社团算了。安静，我决定了，先派王灵去探探路。我怎么能？哎，你暗杀我的那些信儿，我怎么能拒绝呢？赴汤蹈火啊，宗主。这两个徒弟绝不能给他们时间修炼。还有多远啊？快了，咱们不能打草惊蛇。烤地瓜，又甜又面的黄瓤烤地瓜嘞！哇哇汤，一通签四个，嘿嘿。这地方有些凶。确实不太像，看起来普普通通的。怎么？师尊，这边有一股很古怪的气味。觉醒圣人后，孔雨云对世间万物的通感都有所增强。他说古怪，那应该……啊！你们鬼鬼祟祟的过来是想干什么？这是私人聚会，识相的给我滚远点！哼，这群邪修现在都这么嚣张了吗？你没听见我问你话吗？师尊，是不是该……小心，他们人多！不要轻举妄动。你们真的认不出我了吗？我们很熟吗？好像是有点眼熟啊。你是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好精纯的魔气，看来真的是自己人呢。来吃吃吃。摆那个破阵法摆了一天，累坏了吧？他们人还怪好的嘞。这么嚣张，整个镇子估计早已被百善教彻底渗透了，我们来晚了。哥们儿，你说咱们真的能提升资质吗？提升资质啊？对呀，人尊说了，只要血祭万人，就能让我们强化天赋，成就至高。这群畜生，屠杀凡人，非修士所为。很好的想法，那明天呢？啊，明天？什么明天？献祭几万人倒是不少，可分到咱们头上就不够了，所以你们还要加把劲，一天十万人起。师妹，我怕。没事的，师尊只是吓唬他们一下。而且你们可以圈地造工厂，不断产出婴儿，他们的灵魂最纯净，成为鬼婴后怨气也最重。阎王背后都得闻你。你是不是有点太极端了？简直是畜生都不如啊！好好好，没想到堂堂正道魁首青兰宗的长老竟能说出如此逆天之语。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他模拟出魔气了。被誉为万法尊者的王林长老想模拟出点魔气，那不是简简单单。哎，我本来只想当度两天假的，你就让我潜入进去不好吗？如果王长老入了我百善教，那我可私自动手将您请入我们团体之中。哼，那还不如拳头底下见真招。这周围可是我布下了天罗地网，你还想在这阵法中与我为敌，那真是不识好歹。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？万一你这网不够结实呢？接下来试试我这招大火球术，或者你也可以叫他另一个名字，无慈悲的太阳。王长老，这种雕虫小技就别拿出来丢人了吧，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不知道王长老还能发动几次这种禁咒呢。禁咒？这不就是基础法术小火球吗？你回来，不准逃。
哦，你告诉我这东西是火球，而且是元婴使出来的。好一个王林，好一个万法尊者。哼，所以这就是你的遗言了。新温室里的花朵根本就不知道战争的残酷。耶、什么？练了这么多法术，你的体术一定很虚弱吧？还敢离我这么近？给我死！师尊。好，没有选择逃跑，反而向我王林走来了吗？怎么不笑了？你不笑，那就轮到我笑了。啊，你不是一个法修吗？谁跟你说玩法术的就一定是玻璃大炮了？法术要修，体术也要修，这才称得上健全。能和解吗？哼，此时此刻你怕不是在说笑吧？这一拳真疼呀，这口血喷得好高。太惨了，真的太惨了。就这，我有些腻了。你果然很强，青蓝宗所说的九州第一元婴果真名不虚传。不过你真以为本尊就没有底牌了吗？青龙魂玄武魄，不想也死在这儿，就给我发力。青龙属木，玄武属土，两位上古神兽气息在融合，这帮邪修难道真的去了神魔战场？什么战场？啥力量涌现出来了？等了半天原来就是个搞土木的。无聊。灵力之手，灵力之手，铸金七番杂物的小戏法，你居然想用这种没有伤害的招数，你太瞧不起我。白善叫了。我就瞧不起你，怎么了？怪物，你这个怪物啊！我点无聊，给我死！好，好，但我死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以我魂银，以我血雾，啊！师尊，师姐，他们都死了，你也本该死的。不可能，不可，师尊，你怎么？长话短说，还有三分钟。这是第478次时间循环。人尊的死，让他的记忆出现了模糊，而你的神魂又比常人坚韧，不然我恐怕抓不住这个漏洞，传递出信息。信息量好像有点大。就是只要他一死，一切就会……算了，你不要有太大压力，一切有我在。师父，我……师父，你怎么……啊，我怎么也……师妹，师妹……啊，我睡着了。你再睡一会儿，咱们就到张家镇了。啊，还有多远啊？为什么不直接御剑过去啊？快了，咱们是来探查，不能打草惊蛇。嘿嘿，我们又要到张家镇了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说又？师尊，我们不能进去。嗯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感觉有些不对劲。师妹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烤地瓜，黄瓤烤地瓜，又甜又面的黄瓤烤地瓜嘞。三秒后那个女孩会摔倒。地瓜摔成三块。徒儿，你师尊不要踏入这张家镇，这里面很不对劲。确实有些古怪。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回青蓝宗搬救兵。画地为牢。还好师尊听劝，
等青蓝宗长老们组团来了，肯定把这些邪修骨灰都扬了。怎么这么快？长老们，我出不去了。无论哪个方向，我最终都会被传送回来。而且我问过占卜，得出的结论是，青蓝宗已不存于世上。怎么可能？可能？那边有宗主和各位长老在，咱们现在也帮不上忙。不过这边，就只能靠自己了。师尊，无论怎样，我都会站在你身边。就算龙潭虎穴，我们也愿意陪你。你俩说什么呢？赶紧来搭把手。啊，师尊，他们会发现的。想发现我们，得先活着。可是镇子中……刚才我看了，镇子里早就没活人了，这里早就被百善教污染了。既然没有了无辜之人，那就穷则战术穿插，富则我一起干。王长老，你实在太过分了。哎，师尊，速战速决。啊？为什么感觉你比我自己都信任我自己？也好，那就速战速决吧。哼，正合我意。不要做无谓的抵抗，束手就擒吧。又是这套虚伪的说辞，一波魂银。师尊小心，他要自爆，然后我们会陷入无尽的循环。饶你似奸似鬼，我洗脚水。以我魔血染青天，只要能……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！为什么我好想摸上去？这一定有阴谋！我不能，我不！这球我能玩两年半都不腻啊！他好颠啊！这些邪修的阴谋要到此为止了。师尊真厉害！我啊，这是地震了！破妄！原来是这样，这是幻境。怎么回事？师尊，师姐，厉害厉害，轻而易举地破了我这幻阵，不愧是王长老。别说了，你这套词我都快会背了。确实，听了三遍，耳朵都快麻了。看来邪修的教化也要提上日程了。三遍？你们觉得才三遍？什么？你们早已在我的幻境中轮回了千万遍啊！这些死亡的回忆若是被我唤起，堆叠到一起，你们的神魂便会接受自己已死的设定，自然而然地凋零，最终给本尊留下三具饱满鲜活的躯壳。不，你杀不了我们。我想起来了，刚才还是幻境，对吗？不，甚至现在发生的也都是幻觉。怎么接受不了现实啊？开始自欺欺人了？哼，堂堂圣人转世，只因为一个小小幻境便道心破碎，这是何等的可笑。更何况即便是前世，师尊怎么可能会露出这种表情？那我就打破你的幻想，死亡林早就变成一坨烂肉了。你还想乱我道心？万般轮回的业障，亲自尝尝吧。可笑，入了我的幻阵还想挣扎，只是你们不知道，你们视若救星的亡灵早就被我斩杀了。早就被我斩杀了？他好能装啊，说你能忍。摸鱼的时候干嘛计较那么多？可是你那两个弟子……我在这儿他们出不了事，而且幻境里也不能修炼，没法变强，
宗主问我还能用炼心做借口，简直完美。只要将你们两个巫舵为我左右，定能成就我教的无上伟业，万古轮回。什么？天不生圣人，万古如长夜。哇，他不会翻盘吧？加油啊，有黑色出手的大哥哥。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先别急，他肯定有后手。逆向，圣人破晓。前一世你被所救的罪民分尸，人心可曾有怨？所以说，干嘛固守什么传统之道？哼，可笑。什么？不对，这小妮子还在昏迷。啊，是谁？哼，可笑。没想到区区化神反虚竟能勾勒出一丝时光长河的余韵，换得本地的一品。你究竟是不是哥们儿，你头抬得太高了，别被发现。是我，又或者是某片时空碎片。你不要忘了，我才是这幻境的主人。我跪下。就这，你得支棱起来啊。渡劫？不，难道是仙人？这样的压迫力，你究竟是谁？红尘滚滚，轮回助我魂，就是你这蝼蚁，窥探本地。仙人？你是仙人？你不能杀我。仙凡不两立，要是杀了我，你也会被天道之力抹杀。仙人，你安敢用这等蝼蚁来羞辱本地？愧是人族大帝的过往本就是死罪，奈何你是初犯。饶命啊！就怕你生死昏迷，永不轮回吧。哥哥，你别躲，我害怕。哎，你闭嘴，我已经死了。既然此间事了，那我也该离开了。应该走了吧。嗨，好久不见啊，师尊。哪有好久没见，你不还在那挂着吗？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师尊还是那样风趣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真的好想你。你别这样，我找死。什么？他怎么？他被蒙蔽了心智。圣人心若琉璃，但一旦陷入魔障，便很难脱出。懂了，就是认死理。杀！杀！杀！就算你是师姐，但打扰我和师尊的相逢，你罪该万死。杀！杀！杀！别以为你是师姐，我就不敢杀你。停！给我个面子，别打了。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清心凝神，去邪消念。你个懒鬼，还在这儿睡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应该是我保护他？修炼不努力，天天出去玩，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的？其实还好吧，他修炼也很努力。他努力？我还不了解自己。我这是这个和师尊在一起的女人和我长得好像啊。妍儿，这位是妈。妈你个头啊。所以这是未来的我。哼，老娘竟有大帝之姿。哼，
确实还挺牛的。想当大帝是吧？那九级崩，垂钓万古不灭身，轮回诀，还有……哎，够了吧？这么多，谁看得完啊？少年修仙不努力，镇魂翻力当兄弟啊！不可能，我……再玩闹下去，师尊生死魂灭。我练就是了。还有，我悄悄跟你说。啊，这种姿势……啊，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啊！师尊，就是仙女儿家的私事。哼，我咋不信呢？你们分明……你这是怎么了？师尊，我不能再停留此间了。啊！别怪我自私，和我一起走吧。不是，你先别闹，我……该死！你想干什么？安师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师兄，刚才我察觉到你气息有异，便飞速赶来，没想到……不是吧？我就两个心你都能感应到，你在我脑袋上安监控了？安监控啊，不是，安师妹，你快救我！你到底是谁？想要干什么？安师妹，他要将我抓走，必然图谋不轨。师尊，我已成人族大帝，无论是功法、丹药、机缘，甚至我开创的宗门，都可以给你。这……妍儿，你自然知道我的选择。师尊，还在这卿卿我我，你当我不存在？那不是，这重生逆徒你还真当啊？什么？你竟敢！哼，师尊的初吻不是你，是我萧炎的，你奈我何？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哼，在人族大帝面前，以这种速度，就算你停止时间，哼，本帝虽然只是一具投影，速度与力量，也比你这种化神修士强上太多。哼，大帝是吗？大帝也未尝不可杀。贺西惠民，玉日西河。这是西河的气息。你师妹这是喝了金克拉了？师妹体内有一丝西河的血脉，所以她与大日共鸣后，短时间可跨两境甚至三境战斗，但会飞快的消耗兽元。就是，没错，为了促成这份机缘，我不得不自散修为，现在才是元婴境界，这也是为什么师妹总对我心怀愧疚。玉日掌劫，西河血脉又如何？却不知道，这算了。难道师兄说的有烟无伤定论是真的？啊，你这是？你是我的过去现在身，而我是你的未来身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师尊。啊，嗯。师尊，让我们在既定的未来中再见。怎么，你很舍不得是不是？啊，不是不是。哎，冤有头债有主，都是未来的他干的。还敢强吻，我真厉害啊。就你叫萧炎啊，你挺猖狂啊。我跟你说，我未来是大帝，你可不能。我向你出去，我向你挑战，我向你大帝。这打得真惨啊，你就不管管？你看着草坪，真草坪啊。啊，舒服了，师兄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宗门？嗯，还需要做一点善后工作。地水火风，爷娘，
儿子，你要是没了，我也不活了。谢谢大人，救我一家老小。神仙显灵啊，神仙显灵。重组。师兄，你灵力消耗过度，快调息一下。就是，这镇子是青兰宗的产业，本来还想给你点奖励，现在全完了。算了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们回家。白山教的畜生，真把我青兰宗当面团捏的了。不过你说此事有人尊参与，那你……其实是……是王师兄将人宗斩杀，至于方式，那就是个人底牌了。啊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如果是王长老的话，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啊，师尊不是已经消解魔气了吗？师姐怎么还在沉睡啊？啊，先去搞点吃的吧，万一师姐醒过来呢？啊，杀！敌将兽首，儿郎随我冲锋。将军万圣，万圣，万圣！快跑，快！妈妈，我要回家。打扫战场，稍后追击。是。不要！什么人？啊！战场上怎么会有小孩？将军，兄弟们有个不情之请。事后处理干净点。嘿嘿嘿嘿，小姑娘，来，哥哥让你看看大金鱼。你不要过来，你。死人了。将军，为什么？我改主意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奴隶了。是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叫九儿吧。是。嗯。九儿知道了。将军，怎么，你们想造反不成？将军误会了，弟兄们所求的只是那个小丫头而已。对呀，对呀，将军，您就赏给我们吧。我们真的会忍不住啊。这女奴一出现，士兵立马哗变，当真不可思议。尔等为了一个女奴要背叛本将军。将军言重吗？只不过弟兄们的心声吗？我已经饥渴难耐了。她的眼睛真漂亮啊，谁也不能和我抢。我要她的手，小小的，软软的，香香的。但是我拒绝。为什么从见到了这个女孩开始，所有人都对她产生了疯狂的渴望，甚至连我都忍不住想将她撕成碎片，好像一切都在诱惑我去杀了她。那就对不住了。兄弟们，跟我上！上！我。究竟是什么？你究竟是？将军何时变得这么愚蠢了？我是谁？不对，我是孔雨云。但是你，你可以叫我九儿，也可以叫我心魔。师尊好像讲过。心魔是什么来着？心魔是修士对自己的道产生了怀疑，从而分裂出的一部分神魂碎片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就是你啊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九儿吗？你九世轮回，我也九世相随，终于让我抓住了机会。只是我没想到，从来满口仁义的圣人变成了一个杀星。是他们先动的手，我只是杀人就是杀人，哪来那么多理由啊。
做你是流民，人也换不来半张饼的时候，你与他们又有何分别？不行，再论道下去，我的道心只会崩坏得更加严重。所以，何必当那个伪君子？你我合二为一，不也能创造一个完美的世界？你是心魔，那这便是我的识海。你能左右我，我也能左右你。我是你的心魔，你会的我都会，别再垂死挣扎了。我需要一个能保护我、帮我拖延时间、知晓我用意的人。势力，成！有没有搞错？早还没洗完就召唤我干活！师尊，请助徒儿一臂之力。师尊，你没事吧？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这怎么又有两个你了？你好的不学学萧炎？师尊，那个不是我，是心魔。一个个搁这有丝分裂呢。心魔的话杀了就行，但是扶持心魔尚未占据身体，从根源抹杀青兰宗未来优秀弟子，奖励一次抽奖。哈，这下子我不就感兴趣了吗？只能先苦一苦雨云，罪责就由我来担了。战斗中还敢走神？师尊小心！怎么？师尊真厉害！放开我！举手之劳。不过乖徒儿啊，你想不想有一只宠物小心魔呀？师尊，你是想收服九儿？非也非也，心魔虽是修士的劫难，但利用得当，却也是一件至宝。你干什么？它其中凝结了你九世的记忆与经验，如果将其吞噬……你个……你到底弄出来了个什么东西？你什么意思？这里是你的识海，外人怎么可能随意出入？哼，鬼话连篇，还想挑拨离间？为了打我这个心魔，你丫的自己又创造了个心魔，你真行啊！等等，我分不清，我分不清啊！乖徒儿，你是信为师还是信一个心魔？你想想，他是怎么知道我随你历经九世的？是啊，这秘信还是九儿主动和我说的。师尊刚进入此界，是如何得知的？还是被你发现了。本来想以师尊的身份和你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疏远。不装了，我是心魔，翻牌了。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废话，咱俩是为了争夺这具身体而战，但这孙子是想直接掀桌都别玩，所以先打谁还用想吗？可你们两个都是心魔啊。首先我长得比他好看，其次你召唤的是什么玩意没人知道。对不起，说别的没用，老娘迟早要夺走你的身体，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它驱逐出去。蜉蝣撼到树，可笑不自量力。师尊，师姐已经这样闪了半个小时了，而且从四四拍变成八八拍了，真有节奏感。还好我请来了静心，就让我看看连圣人之力都压不住的心魔长什么样子。静心起。这是小时候的师姐，真可爱。不，这是心魔。哈，不愧是我王林的弟子，直接将心魔打至跪地，肯定是要对其进行终极羞辱呀。啊，不对，师姐怎么也被打飞了？难道师姐和心魔五五开？不应该啊，这都飞龙起脸了，怎么说啊？这就黔驴技穷了吗？等等，我没看错吧？坏了，心魔竟是我自己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师尊的心魔，这谁能够阻挡啊？哎，我有个点子，依靠静心这件灵器，我可以……没办法，破不了防啊！你别这么想。这是你的识海世界，
你越去想他很强，他就会变得越强。可是我只要看到他的脸，我就会……你随便想什么都行，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都可以。真的，什么都行吗？随便什么都行，随便什么都行，随便什么都行。可笑，你以为靠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就能让我爱上你吗，我的小公主？好耶，修假为真，我懂了。不是姐妹，你真行啊，小小心魔拿捏。那个空云姐，你能不能变个什么？哎呀，咱俩都是一个人，你知道我想变什么？这个好，这个呢？等等，我换条裤衩子。还有这个，还有徒儿，没想到在你的石海里玩得挺花啊。哼，你一个心魔冒牌户，还敢跟我这么大声说话？就是，还不跪下认错，不然我撑死你。原来你们藏在这里，可真让我好找啊。等等，你是那我刚才玩弄的，难道是真的？冒牌货，抽死我，跪下认错。孔宇，你该死，我要杀你1000遍也不够。师尊，这就是我的心魔。闭嘴，跪稳一点，我看你就是那个人尊仅存的残魂。慌张了，灭我肉身的仇我可还没报答给你呢。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，不然我直接自爆，让你的乖徒儿变成一个傻子。他不已经是了吗？你闭嘴！要不然让我进入你的石海，你会怎么选呢？师尊，别听他蛊惑人心，这里是我的石海，就算磨也能磨死他。可是这样会导致你的灵魂力量受损，轻则昏迷，重则痴呆。可至少也比师尊身陷险地。不必多言，不过是个小小心魔罢了。我敢放开所有的防御，但你敢进入我的石海吗？哼，求之不得。天真的小子，我要将你的记忆吞噬，人格抹平，将你整个人完全替代，你的一切都将变成我拥有的，我才是真正的亡灵。这是哪？这些盒子状的房子是什么？为什么路上有这么多的铁盒子在走？是什么机关术吗？这里就是亡灵记忆最深处的地方，可为什么这里这么乱？等等，我身后是……哼，还敢闯我的石海，小子撞大运了。你说师尊啊，呸，亡灵他能赢吗？我相信师尊，无论是何等险地，以师尊的能力都足以胜天半子。什么胜天？亡灵要嘎啦？还有干什么？他要给谁使绊子？闭嘴！我没读过书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闭嘴！有你这种心魔我都丢人。嘿嘿嘿，难道师尊？坏了，这咋还放出来个魂殿长老？唉，区区心魔不堪一击，我只是吓你们一下。耶！我就说师尊，你们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对呀，师尊，我有点下不了手。不是吧？你还真打算玩养成游戏？宠物小心魔？圣人之道在于人，他是由我产生，也并未做过恶事，为何只因一个心魔的身份就要被打杀？毕竟有教无类。不是吧？你还真打算玩养成游戏宠物小心魔？圣人之道在于人，他是由我产生，也并未做过恶事，为何只因一个心魔的身份就要被打杀？毕竟有教无类。
谁需要你的怜悯？老娘可是心魔，万千修行者听到都抖三抖的心魔。行行行，你最棒。一体分魂的咒法我会施展，但我要先提醒你一句，一旦让九儿独立，相当于你的神魂分割出一半，无论是所谓的圣人传承还是你的天赋都会。也没必要，我跟你一直轮回转世，又不是小孩，全凭师尊做主。罢了罢了，分而合之，合而分之。我这是收了一个心魔当徒弟，这奖励还不止呢。你不但为宗门收了个必定叛变的心魔徒弟，你还让原本前途光明的圣人再也无法拥有完整圣心，断了这条成圣之路。你这不是一破我龙出山，你这是双连一战成名。走走走，一会儿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我要大抽特抽。你们干什么？王长老，你可知罪？你俩又是谁？说出无名，吓如一跳。吾乃叶家叶迪。吾乃叶家叶蛮。王长老，我劝你不要抵抗，你的事发了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被我执法堂记录在案。我不服，我为青蓝宗流过血，我为宗门弟子流过泪，你们说抓就抓，连什么罪都不告诉我。不要胡搅蛮缠，到了执法堂你就知道。你故意摧毁自己弟子孔雨云天赋的事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坏了，真的碰到长脑子的了，这次我错得有这么明显？坏了，我怎么说出来了？这种诬陷谁能信呢？坏了，你说出来干啥？他要一生气反击，咱们谁能拦得住？各位，您先，那我说两句啊。算了，我跟你们走就是了。哼，就算你真耍了什么阴谋诡计，我还有两次抽奖，绝对可以翻盘。到了我执法堂的黑牢，你要说什么可身不由己了。你们要带师尊去哪儿？可死的小娘皮红雨，你现在圣人之路被断，急需静养。至于王林长老这种嫉妒英才的行为，我们执法堂定会严惩不贷。我不怪他。不怪？这可不是你怪不怪，而是宗门法则怪不怪。青蓝宗长老弟子法典第七条，破坏同门弟子机缘，毁坏其天赋，视作杀戮同门，处极刑。你说的对，但第113条，刚才是我处在性命攸关之时，师尊是被迫出手。况且师尊乃是长老职位，什么时候你们掌管普通弟子的执法堂有资格抓捕他了？有趣，太有趣了。是谁？哪里来的声音？拜见老祖。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，但你忘了一件事。一见面就出手伤人，叶家老祖好大的官威啊。我堂堂叶家做事何须向你解释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小火球去。王林长老，你似乎是忘了，我叶家就是以急火连根起家的呀。顷刻间便被炼化了。听我说，你先别急，师尊一定有后手。叶老祖，为何不必啊？因为不怕。手下留情。谁敢动我师兄？谁敢？就是你个老登是吧？你挺猖狂啊。见谅，我师妹脑子不好使。王长老的招式中没有杀气，老朽自然不怕。不是说打起来了吗？怎么又开始闹起来了？哎，没你事，玩去吧，
这就是无聊且无趣的成年人的日常。只是起了爱财之心罢了。我叶家也曾出过一代圣人，辅佐姬家定鼎中原，建立了大坤王朝。是吗？真厉害！呱唧呱唧。接下来叶老登肯定要危言耸听，然后提出利益交换。是这样吗？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。好可惜，要是打起来了，我还能英雄救美。要我说，你就该直接上去扣，你师兄他受不了的。够了啊，再说播不下去了。圣人遭天地所动，所以即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也很难活过双十之术。而我叶家的那尊圣人足足活了千岁，修为更是踏足了地仙之境。太清往圣道，这是？这边是那位先祖留下的功法，可惜这只是一半。你帮我匡扶大坤王室正统，他们自然会给你另一半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师尊你别信他，反正这些修仙世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确实，把十个世家弟子杀两边可能有无辜的，但只杀一边一定有漏网之鱼。我觉得你有些极端了。如果敌人反对我，说明我做对了，如果朋友反对我，说明他就是敌人。王林啊，可能你真得去大坤王朝一趟。啊？你们应该知道，爆出了什么儒道、红尘仙之类的旁门左道，世间的修炼道路一般只有两条：修真、武者。修仙者才与法地缺一不可，能踏入仙道者，万中无一。而练武者，即便是八旬老人，也能强身健体，甚至传闻有人厚积薄发，自创出松果弹斗闪电鞭。所以宗主，你到底想说啥？我想说的是，在大坤王朝中，有灵根并成为修士踏足仙道的人足足有八成往上。什么？哪怕是当年灵气复苏的时代，也不可能人人有仙修啊。八成？原来我才是最废物的，我应该在车底，我应该在车里。妍儿，放宽心，我跟你说点开心的吧。我有一个徒弟，进入宗门好几个月，因为体质问题还吸纳不了灵气，多好笑！今天照镜子是吧？你是，今日我就要千里门户。你说我这刚回宗门，又来了这波事，就算上吊也得让我喘口气吧？我本想派别人前往，没想到这叶老头给你送上了圣人残卷，这，哎呀！花花轿子众人抬，这是逼我不得不去啊！哼！因为张家的那些事儿，你和这群世家结下梁子，这叶老头也肯定不会平白无故送上如此大礼。这事的背后，还要多多斟酌。一群土鸡瓦狗，不过些许风霜罢了。更何况我不但存了两次抽奖，还能……这些世家可也被算作是青蓝宗的后备隐藏能源啊。抓活的。可真是让我好找啊，大坤王朝的小公主。是我父皇派你们来的。这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小公主你可是值五千枚灵石啊。我劝你们好自为之，我不想再杀人了。我们知道你母妃是青丘的狐妖，善于狐之术，
但我们紧追你一月有余，你哪来的时间去沟通狐群啊？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叔叔，我不轻易点吗？只要把你的手筋脚筋挑断就好。唉，谁说没有狐狸就用不了御狐之术了？装神弄鬼，在这虚张声势什么？疯了，我们身后青丘狐灵灯。不，什么东西？可能是什么魔兽打架啊。我们到了。哇，这墙恐怕得有百米高了。墙上遍布阵法，恐怕这便是此城能坐落于昆吾山脉边的依仗吧。可是以凡人之力。姑娘此言诧异，我大昆帝国人杰地灵，这城墙不过是十万土木修士耗时一月打造而成。你是谁？在下陆家陆阳城，不知姑娘可否赏？不赏，告辞。我真是个泼辣的小娘子，正合我胃口，请留步。哼，来者不善啊。这位仁兄，你们才是来者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们几个小娘皮把小爷陪高兴了，那我就饶你们。你能模仿一下那个吗？只要你们几个小娘皮把小爷陪高兴了，那我就饶你们一命。公子，让我射了他们。不急，我知道你们是修士，但看你们年纪最多也就筑基吧。你确定打得过我身后这两位武皇强者？哎，到你了到你了。你确定打得过我身后这两位武皇强者？给我闭嘴，不许再笑了。对不起，这位陆公子，我们只是想到了开心的事。对，我们宗主今天怀孕了。哎呦，你们还在笑，就没停过。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给我上！难得见到用武器的对手，真是让我手痒难耐，渴望打架。小姑娘，别怪哥哥辣手摧花了。大昆黄泉第一式，铁神客，再尝尝我这招化昆掌。两个不讲武德，开始得寸进尺了是吧？给我砸！各位，给老夫一个薄面，别再打了。在下大昆帝国丞相严琦，奉皇帝之命前来迎接几位仙师。切，早不来晚不来，但我要出手了才来，怪不得起了个这么吉利的名字，还咽气。言儿，慎言。这就是那位将大昆两京一十三省都扛在肩上的严丞相吧？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过是虚名罢了。陛下在宫中已等候多时，请。